哎呦我靠！药水扭曲没点，不过没点就没点啊，我买戒指也行，会差一点，效果会差一点，但可以接受。你打没事，慢慢打啊。制药，防制药。哎 Q 到你没蓝，好吧 ，Q 到你没蓝为止。来抓我就给你抓，你抓任你抓，他打一下他就没蓝了。死了，我都不跑的，啊，我都不跑的，没用，送死流炼金，不会亏。你会发现他再怎么杀我，他打不过我。等到中期啊，他打不过我。但我在死的时候要把兵线给压过去啊。现在鱼人出动，队友就得死。请给我一点时间。哟，好上去了 ，OK， 他塔没了，秒塔去了，一推我推塔也很怪的，秒掉，秒塔，啊逮到了，啊逮到了，你来不来？你不来，你这个二塔也没了，我推塔超快，我的这个被动对他能伤害 ，W 对这个塔也能有伤害，而且是秒塔。小润来了，哎，这个鱼怎么也能吃到啊？我就有点无语了呀！我靠，这个鱼也能吃到吗？我的天哪，这个鱼能吃到啊？我受不了了，来个1888元的红包，我怒了，我要 carry， 无敌了，现在无敌了，现在团战非常的轻松。现团战我一个科学第一火炮教他们做人，虽然有几个英雄可以躲。哦，你能进我身，你恐怕难度太大啊！来，不要着急，科学。你恐怕能进我身，没有，你在开玩笑，你进我身，呵呵，我这个小雷嘛，丢雷做人啊，这甩雷雕的一样啊！长长大家伙，哎，你恐怕能进我身。这三个人都进不了我身，哎，他只要进我身我就输啊，就这么简单，你进不了我身我就是爸爸。来，不用怕，丢雷炸他很痛，你想走想追我走不了，小土雷丢得你头皮发麻，终结，来这！我靠，这么浪啊！我想要杀人出，哎，把头掉。不要！差不多是时候了。他们不抓我，没关系，逼他们抓我，逼他们抓我，很过分的代谢。正在路上。他不抓，我都不相信。他这个不抓的，
是吧？看不下去了呀，是吧？给你你也看不下去了呀，你肯定要抓的呀，啊，你说，他不抓了啊，他不来了，他来了，学一下，意思一下，没办法，发现没什么办法，哎，那你说，这样又盯着你了，有没有抓我？啊，来了，缘分让我们相遇意外，我是时候哎，好，开大招，哎，开个毒，哟，这一波死的有点意外啊，不应该死的，这波应该带他们三个绕一圈，然后我跑了，死的有点意外。一波一波，942，重回巅峰。毒瘤，毒瘤，毒瘤，超远距离接。往前走，这个雷他们吃不消的，把它炸开。哦，哦，别打我呀！流雷，丢雷老某自杀，炸弹人自爆。我靠！哎，怎么这么土匪啊？对面家都不要吗？我真的想不通啊！你们不要加吗？他起步大师，这个人拉他，你看他的操作手法很熟练。我靠，这个装备一刀一半，我时光啊，加上这个东西也加护甲的，一半没了。没事，他推我中不好推的，他不好推的，我两个万能牌就收掉了，不好推。嚣张，好，你嚣张没事，你嚣张，没事，你嚣张没事，我先撤，哎，没事你推，哎，我有近身，叮，黄牌给你，风筝一波走位，有大招你追我开大，往这个角度一飞，你怎么说先抓他辅助。救我往哪救，救不了，这波黄牌，但我不敢靠近他，靠近他一刀把我砍死，我全然回上来了，好，可以，哦哦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哦，这波我靠，哎呀，这个阿卡丽帮我还好，阿卡丽，我靠，耶，有点难搞，有点难搞，但没事。我是卡牌，没关系。十二成书，这个在这里继续蹲他一波。哎，他们马上要来，因为红要耍了。他们的警惕心不够强，所以这波红 buff 一定蹲得到。但你蹲的时候，在这里蹲。有眼 ，OK， 先把红吃了。不要急，他们看到我了啊，所以这波我先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的时候，打他个出其不意，这个就怎么样，很屌，走你！这他后面来个 ADC， 但我们已经走了，他意识到了危险，你看到没有，所以你看我为什么不在第一个草丛蹲，就是因为那个红 buff 眼看到我了，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，他会有警觉心，但是他的警觉心不会那么强，所以这时候我在第二个草丛蹲，哎，很聪明，要得一
浪了，浪了啊，浪了浪了，这么大优势浪就不好了啊，把队友心态浪崩了。来 AD 爆弹 ，AD 爆弹，来又浪了又浪了，好，来往我这边走，吞，不到，别浪别浪别浪，我是一个坦克，我没有什么输出，但我团战能力很强，靠我是耗不动的，姐。就是你上去输出，大胆的输出，没事的，有我的铁，给个E，吃进去，吐出来，随意。炸，砰！哎呀！哎呀，抱团啊，不抱团要垮，只要我在前面，队友就没有任何的烦恼。输出随便打，大招支援，往这边跑，往这边弹到，把他弹死，把他弹死，护盾一开，很赚，下路赛了，我还没抱团，我们队友现在打得很散漫，优势比较大，所以比较浪。抱团抱团，不能浪不能浪啊，都是他们后期还是挺强的。我来了，蓝盾已出，不用怕，我在后面，我的进场，闪亮登场，回闪，这个小龙必须吃。这个火龙有我在，一马当先，哎，你拉任你拉，拉我就被我留住 ，A 接 E， 这个点燃没有用，不着急开大啊，没有捡我任何的回复，菜刀丢死，先杀一个，蓝盾不着急交 ，OK， 火龙吃，蓝盾，李驰，我看你这波，李驰啊，我看你怎么跑，你怎么跑，开大招，我扛塔很轻松的呀。AJE 直一飞刀烫，哎，点燃对我来说虽然很克制，但是我的太肉了。OK， 这波大获全胜，我的搅屎棍能力太强，鬼刀一开，这波出来拯救 C 盖，点点，先撤，走位走位走位，好，落单，敲 A 锤。点点点，鬼刀一开，炸弹闪现敲跑，你往哪里跑？再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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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！我根本死不了，我有走位，走位。他的三人太肉了。我打他花了好多劲，这波我来把一个2000多滴血护甲贼高的三人给秒了，没有开玩笑，但他可能回家了，好，我现在削铁如泥，没有人扛得住，感谢犀利渣的大火箭，谢谢犀利渣，点点点，再点，敲，点，我靠，单敲我有点痛啊！我正义荣耀出来了，嘿嘿。
现在这个提速效果棒，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，什么叫风刺？听说你风筝放的不错。哦，我哈哈哈啊啊！这提速效果怎么样？我只是想给你们看一下提速效果。我先升11再说。他这个就有点神之神之，好，距离远了，不然我就挥手打他了，因为他没有天音波的这个时间段，他不是我的对手的。算了，我先升级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他基本上没有了。你看啊，他现在神灵活现啊，马上翻皮水，5秒钟之内翻皮水。他并没有意识到为什么啊，我只给他5秒钟时间，而且我这数字说得很准确，如果你看录播的话你可以倒回去看一下，5秒钟时间不多不少。有没有感觉我很帅？有那么一点。